新年训练把这个药配好了之后，就放到这个传送区的这个机器人队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设定一个送餐模式，然后送到这个53床。好，送到53，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就可以让它出发了。这边护士呢就把这个药呢拿出来就放到这个准备打针的位置，然后这边呢点这个完成。好，完成之后呢，这个机器人呢就回到这个我们刚刚这个隔离区了，隔离区的这个可以再送下一次的药物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